一个，今天我们要玩 Monopoly， 真人的 Monopoly。 So 我们怎么玩，听好啊，游戏规则，现在我要你们学会你们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。听好，钱是怎么用，你可以用在两个地方， OK。 第一，你睡这个房间你必须给钱。如果你没有钱给的话，有比较便宜一点的房间，就是楼下没有冷气的。你要睡楼上这个房间，一个晚上有冷气的200块，楼下没有冷气的啊，风扇罢了，你们自己的房间一个人睡啊，100块。 OK， 如果你没有钱，你也付不起100块来讲的话，也没有问题，你去睡厨房，没有冷气，没有风扇，你要选择做一个流浪汉，还是要做一个富翁？ Make your choice， 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个就什么叫做百万富翁，每一餐你们要还钱，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去赚这个钱。如果当天你没有钱还饭，你就不用吃，不可以欠啊，没有欠，没有欠这回事。我们出来社会做工，我在外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不可能去到那个鸡饭档那边，我跟他讲我没有钱，我可以欠你钱吗？你先给我一盘饭吃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这个就是社会，你必须要学会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。你们过得太舒服了，明白吗？之后每一次的每一餐，我们会告诉你这一餐是多少钱，你必须要可以缴付这个钱。就是你自己定一个，然后为什么？你讲了就我讲的算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讲的算，明白吗？嗯。OK， 你想要吃妈咪做的蛋糕跟蛋挞也是要另外还钱，你要吃下午茶也要另外还钱，你必须对自己的吃跟住负起责任，因为你出了这个家，你出来社会，你也是要为了吃跟住而负起责任。就我们要讲赚钱。Okay, 你有定时把功课做完，你就有钱。你 extra 有帮忙妈咪做家务，你有钱。当然有赏就有罚，如果你们每次惹妈咪生气，就会罚款。你没有钱，你就自己去想办法，把自己的功课做好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工作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没有把它做好，你要选择在那边看漫画，你要在那边看小说，那个是你的东西。那个是你的选择，但是你没有定期把你的功课做好，没有把你们的工作做好，简单，你们就没有钱。如果老师complain，你们有听到？罚款，就会罚款。如果你做出了一些违反规则 ，OK？ 比如打架，两兄弟很喜欢打架。那个不是罚款可以解决的。如果你在外面，你打架会怎样？你被警察抓，所以你就会被关进监牢里面。一样，在家里也是一样，我会把你关进监牢里面。如果你想要试看什么是监牢，真正的监牢是怎样子的，我会模拟一个监牢给你们，你们可以住在里面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明白没有？钱不见了，那个是你的事情，我们不会补发给你，没有借钱这回事。就我们不可以借钱啊。你要借他钱，你没有钱吃饭，你是自己的事情咯。总之我们是不会把钱借给你们就对了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所以我就给你们玩真实的 Monopoly， 所以会一个人会给个基本的费用钱，我一人会给50块钱， OK， 一人50。你自己想办法，你不要收你的钱包也可以，你自己想办法把这个50块收好。从明天早上开始就会跟你们收取费用， OK， 去把你的钱收好。这个游戏我们会从10号开始玩，明天就是10号嘛，对不对？礼拜天，我们会玩一个星期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Go。